哎，我是卡洛斯，今天我是背着我的电吉他出门的。你知道我是干什么吗？现在你没有听说什么是 busking。 busking 英语就是接演，接演就是在街上出的意思。当然我这一次不是真的接演，只是一个模拟的，在学校里面做的一个接演，就是要弹吉他了。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背着吉他乘单车呢？回去再慢慢说给你听，好吧？主要是因为太久没有弹这个一个吉他对我来说太痛了，这个手指太痛了，所以做了动这个弹吉他，希望这个没有那么痛。现在也把它连接到这个放音机，大家都记得我们这个电吉他来练习的时候是用很小的放音机，它是用来做借音，并不能用这么小的一个放音机，是我准备了一个大的。先把这个放好，应该是这里，我把它打开。哇，确实是蛮大声的。这个电吉他我一般都用这个拖子。这个放音机还有各种不同的旋律，可以控制这个，比方 chorus 是合唱的声，还有这个 reverb 就是这个回声。声更大了，看听了吗？修了两天之后，我用这个吉他来跟他们做伴奏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？好了，今天我的分享先到这里了。我是老师，喜欢我的视频的，请关注、点赞及转发。再见。